哎，大家好，我是 Shinix， 为了来 Starship Troopers 的游戏试玩视频。说是试玩，可能也不是很严谨。这边游戏呢，目前是处于 Early Access 阶段，应该是刚公布没有多久，或者总之是进入了这边这个 Early Access 应该是没有多久。我也是前一阵子无意间发现的这款游戏。看了一下相关视频之后呢，我是总之非常感兴趣。这边游戏呢，基本上就是跟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九几年的一个同名电影，总之是以那个为基础。其实好像是，应该是 Starship Trooper 应该相关的游戏也是有一些，不过也都是很早的一些东西。这边可以说是类似于是可以叫是现代的游戏嘛，总之。画质还是比较现代化的，应该这个是可以说是近几年甚至是近十几年应该算是第一款。总之看了一下这款游戏，应该是算我小时候可能是不算是游戏吧，总之电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可以算是科幻的电影。这边游戏呢也算是一个应该是 FPS 的一个射击游戏，总之要素我个人喜欢的都有了，所以说没有犹豫，直接是预购去体验一下。这边游戏好像目前由于是比较早的 Early Access， 应该是只有模式好像是比较少，然后这边有一个教学关，总之呢先去学习一下，看这边游戏的一些相关操作之类的。啊，等于是还可以造基地。也是可以是造一个基地，然后去防守，可以基本上这个防守类似是造一个要塞，可以说是在这个电影中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只是让我选择一个小队吗？这有什么？然后是职业 ，assault， 然后 heavy， 还有一个 support。我觉得就先一个一个来。我天哪，这个游戏的灵敏度好高啊！这个鼠标的灵敏度倒还好，这边这个灵敏度，我的天哪！还是太飘。说实话，还是有点飘。可能这边我的转身就有点不太好了，3%呢，好像可以了，子弹是满的，那我造一个 HQ， 是一个什么主基地 B。等右键是拆，左键是建。摁住了，刚才还说好像造的时候需要矿，这是什么？就是好多人可以是一起修一个东西，基本上感觉是跟一些 RTS 游戏的就是很多人维修加速维修速度应该是一个相同的。刚才我在说话的时候，这边游戏的教学好像是一个纯语音啊，连字幕都没有，毕竟游戏比较早。说是这个东西应该算是我们主基地，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然后接下来让我们去造一个采矿的一个玩意儿。
我这是有15K 的钱吗？这个让我跟这玩意儿对话去开始制造矿石怎么激活？我是 F， 激活能变成 E 吗？哇，什么东西？为什么在地震？好吧，F 是什么？这个玩意儿，为什么N E 没有用了？这个。是因为这个问题吗？我把这个改成这两个调过来呢，也不行。这个一定是 F 吗？这两个都是 F 呢？那个、我感那个快捷键，它是在骗我的。就是我好像把肉搏键改成了 F， 所以现在我每次确认它都要肉搏一下。啊，那边有一个矿。Scroll to navigate to the ammo crate and click to place it down. 让我去造一个弹药的补给。Now pick up the canister from its dock on the refinery. 啊，让我为什么要回去又去拿那个东西？让我怎么着？这边是 R 吗 ？Repair place 啊，这个东西。现在应该是，这是我要造这个东西，这造在哪里呢？随便造。你是可以摇方向，这是其他的建筑。我这什么东西这么大个儿？一个 bunker， 啊，还有门，墙。Now place some walls. You also have the ability to rotate the blueprint before placing.Once placed, you will need to repair them with your build tool and repair mode. 其实我在想，能不能我用鼠标滚轴去选这个我的这边这个叫什么蓝图纸？等于这边我。转方向，我给它改成左跟右，然后这两个改一改啊，这样可以了。我感觉这么着，至少我是感觉选起来更舒服一些。我转的话，直接用键盘转，可能然后我更习惯吧。这是一个带坡的一个墙，这是一个普通的墙。让我造两面墙是吗？然后呢 ？Remove。我明白了，就等于是你这边我摁 R 键是进入一个建造模式，啊，现在是把这个图纸放之后呢，要再摁 R 切换到这个维修。明白了。哦，我造的这个东西还不算墙，好吧？哎，这个是墙。
这个拐弯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呢？Now follow the mission objectives to finish the rest of the base. 拐弯就是这么一个样子，造个小的门。门，这好像我都到鱼出去了。箭头是，这是 Y 吗？然后呢？再造一个塔，什么？这是这个为什么能造到墙里边？这是什么效果？啊？哦，这个相当于是就是建筑跟不同的之间，就比如说这个墙好像是拐弯的时候它会类似于是自动变形，这边由于是我造在了一个角落，所以这个塔跟这个墙相当于是融为一体了。再造一个 bunker， 刚才我看那个 bunker 好像特别大个，我天哪，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我还没造完呢，看我任务完成了。Move it to the LZ, troopers. Hustle up. 他让我撤离。这边，这个 bunker 为什么没有门？炮塔，没有搞懂，不过先把这个任务教学关做了。哎，这个也是。All troopers accounted for, alive or dead, returning to base. 音乐是听着很熟悉。这个就完了，就等于是只告诉了我怎么去造东西，没有告诉我怎么去战斗。好吧，估计就直接打一个，什么都不清楚，就先在简单模式看一下吧。然后服务器可能选一个快一点的。这边我在游戏的介绍页面看，它好像是网上联机，应该是好像是16个人，就是每张地图还是蛮，就是规模还是蛮大的。We go live to Planet Valaka. The mobile infantry ready to engage against the bug menace. Why? 这是我队友的在加入吗？为什么这么多奇怪？ Loaded up with the payload. Vulture 1 on the way. Clear the drop zone.
Payload is on the ground. Vulture 1 is returning to the Gurren. 我觉得可能选这个没有，就是人不够的。刚才好像使的这个 Hunter。Area is secure. Good job, Brimstone 1. Reload and rearm before heading out. 没事，我有一个 Jetpack 是可以。This is what we do, Brimstone. Assault and secure. Clean and by the numbers. Brimstone team will deploy and secure objectives in the order administered. Pyre out.可以杀虫子了，现在就虐。有人在打我吗？为什么？我要去哪儿？去那个 B 吗？我天哪！ Warning, arachnid threat. 这有点，我刚学会怎么造基地，就上来就直接给我。我天哪！还有那种。我们记得电影里那些虫子是在打，可以在打天上的飞机用的，变成了地上轰炸的东西。这个武器的精准度怎么样？什么东西？就看着很奇怪的，像。不是敌人吗？哦，还在射我！天哪，这有点流氓啊！虫子还会远程攻击。后边有人在打你！我！有一个掩体。我不太清楚。我后面还有人。这个，我们有其他手段吗？还是说我武器的，就是远距离好像伤害会变低？我们在干嘛？我的地图怎么开？这么开？哇！这等于是。AO is secure. Keep the pace, Brimstone One. Let's reload and push forward. No letting up now. 这是什么？Brimstone 1, this is Vulture 1. Payload is loaded up and en route. Stay clear of the drop zone. Huh? I have a bunker. And then? Why are they always fighting? What is it? Bombs.我还是有点好奇，我这个改成 E 有用吗？Enemy arachnid patrol detected. Eliminated to reduce arachnid threat levels in your AO. 对，啊，会这样，对，这样可以上房了。这是什么？为什么地板就会出来一个？我天哪！这土，好像那个，我有手雷好像，可以飞。哇！这就是他们开的时候很能死一个。我天哪，可怕了。哎，这个没死。他是在打我吗？哦，他那个效果不是我给打炸了，是这个蝗虫就是远程的一个，
我觉得我可能是刚玩这个游戏，这怪一直在打我。我猜这个武器应该是有问题。Grenadier 在打我，这是死了吗？哦，快没有子弹了。我的哦，就等于是 ADS 的准心会那个死吗？Well done, Brimstone One. Proceed on to your next target after rearming. Fire out. 我的子弹不够了，是不是那个是子弹？We are seeing a large amount of enemy activity in your AO. Base construction is a go. Move. 我先弄一下子弹，没有子弹感觉很危险。Attention, elevated arachnid threat levels have been detected. 等于现在我改成 E 是没有问题了。哇，这个就是 Grenadier 的这个虫子实在是太难打了。我猜可能是需要一起打。那好像只有我跟墙上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个队友。我这个图还挺大，这么大，什么声音？嗯，火箭去。Brimstone One, mobile headquarters location is established. Stand by for the arc ETA 1 minute.Brimstone One, this is Vulture One. Payload is loaded up and en route. 好像是队友已经把这个任务标完成了。为什么 ？Payload is on the ground. Vulture One is returning to the Gurren. 说是有一大波敌人要来，然后让我们造一个基地进行防守，是防守这个吗？造基地是怎么着 ？B， 不，好吧，我帮忙造就好了。队友都已经把图纸摆下了，那我就你是刚打完，又应该是经验没有队友们丰富。哇，这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出去啊？这个我很喜欢。哇，这边这个敌人会过来吗？不太清楚哎。这个游戏有跌落伤害吗？连这个里边没有人防。Sonar pulse looks good. Arc is green across the board. Expect a lot of bug resistance. Defend yourself. 这是个问题啊。Warning. Arachnid threat levels have increased. 造。哦，这个建筑还有上限啊。有点可怕。里面好像。
这个我不 ADS 的后盾也还好。Archive 25% complete。哇，什么呀？我的队友啊！这是虫子吗？这个。Repair。这个有点流氓啊，还可以这么修。The base is under attack. 哇，还会跳。Repair. Keep that base standing, Grimstone One. We're reading that the arc is halfway to completion.这个现在我发现呢，有一个算是小问题嘛，就是被有点多了。哦，就是敌人死掉之后，我在不太清楚他是死了还是没有死，我怎么样了？这个需要帮助。天哪！等于是我们要保护这个东西，现在还有20%，但是我不太清楚我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忙。聘是 Z。我聘我都不太清楚。多大帮助，希望队友们。这是太卡了，这是吗？我感觉这。那这些人是死了还是没死？这一帮尸体，这电影中好像这个尸体最后堆成了人墙，直接比这个就是防御攻势都要高了。我的天哪，我好像还来了个人倒是。Well done, troopers. We got what we needed. Drop what you're doing and head to the extraction point. 天，我们现在要撤离。我要子弹。那个人是需要帮助吗？还是怎么了？It's a little crowded down there. Vulture One is inbound for extraction. 他可能是需要帮助，那边好多，他这些是 medic。我要去哪儿？那个地儿吗？这个地板是能再挖出来？好多人，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啊？我这个音乐倒是非常很像电影里你撤离的时候特别的。哇，这个真的是，什么？我是被队友在打，还是被虫子在打？哎呀！里面还有好多人。
都来了吗？那有永不伤害吗？哪来的？那个手人。哦，我们是还要在这守一分钟是吗？什么声音？好像是被队友打的。今天是都来了吗？还是直接来撤离就完了。我天哪！哎，救命！We're leaving in 30 seconds. Get in the ship or be. Brimstone One is completely overrun. I say again, Brimstone One is overrun. 就等于最后我没有撤离，我是看。我猜可能是游戏太卡。这个东西怎么看呢？刚才游戏总之是太卡，然后就是去被我往前去看，结果是被有一个无形的墙，我再往前看一下，这个游戏就好像直接把我推出去了。这个等于这是60的弹容量，10个弹夹，这个呢不一样。这个是伤害低一点，但是它的射速更高。还有一个 stagger， 还有 stun。我猜可能就是小的硬直是 stagger， 然后一个大硬直相当于是把敌人直接打晕了。射速高一点，反正是新解锁的，去试试。这个手雷，游戏一共有多少级？Thermal charge。就等于是只有这个可以打。我觉得好像游戏一共有三个职业，可能每个职业都试一试。Falaka, elite deep space Vanguard troopers deploy state-of-the-art subsurface scanners to find the bug hives. Game 的这个 intro 还是非常的，说是怀念嘛。总之，非常让人能想起之前电影中的那个。这个就等于是一共六个小队，每个小队最多四个人。不对，我怎么记得是一共最多16个人呢？大
Austrian， 它是写的是什么 Heavy Infantry。 Ripstone 1， this is an assault and secure mission. Our objective is to set up a base and gather data on the site. Our first priority is to secure a base of operations. You will exterminate any enemy threat from the area. Hire out。 我好像是没有，我不太清楚这个武器，我之前在另外一个职业上解锁了武器，我不太清楚那个职业能不能跟着算吗？Loaded up with the payload, Vulture 1 on the way. Clear the drop zone. Vulture 1 is RTB. Payload is on the deck. 这是他说这是给空投下来的，这是怎么投下来的？我怎么感觉一瞬间都在眼上刷出来的？等于是补给一下，然后是等待接下来的命令，还有十秒钟啊。队友都已经跑了，是什么？Be advised, sensors indicate arachnid threat levels have risen. 他们好像特别有经验，就在下个任务招出来之前就已经都知道在哪里了。Salvage these field power generators in this sector. 还会飞？难道是有那种会飞的虫子啊？为什么？是要维修吗？不对，我之前这是什么？好像到了一个 bunker 什么的。刚才我以为我会飞。哇！现在要干什么啊？维修这些发电机还是什么东西？AO is secure. Keep the pace, Brimstone One. Let's reload and push forward. No letting up now. 然后呢？Brimstone One, this is Vulture One. Payload is loaded up and en route.Stay clear of the drop zone. 这个东西是有5000发弹药，这么多。它不是5000发，它是每个人取一下，它只减一。队友是。Sensors indicate arachnid threat levels have risen. 就等于黄色区域是你下一个任务目标，蓝色区域是你已经完成的任务目标。Signal booster location verified. Move out and secure the booster. 我还真的刚才没有确定这个是什么，小首领吗？这个手雷的这个引信也太长了，就扔出去都。迈尔，迈尔，在打我！什么？那是什么呀？火箭筒。A
Attention! Elevated arachnid threat levels have been detected. 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有点，我没有主武器了？这是什么？加血的？刚好是加了一下血。这来干什么？到主基地在哪儿？哪去主基地？那边。这火箭筒是什么东西？三连发火箭筒。Brimstone 1, mobile headquarters location is established. Stand by for the ARC, ETA, 1 minute. Brimstone 1, this is Vulture 1. Payload is loaded up and en route. Stay clear of the drop zone. 这个，我真的是给，就是空投下来。这个头的动画都有点，奇怪。Vulture 1, return into base.就是不用修，这叫修的吗？哇！就等于是我们要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队友把这个东西都弄上电的墙，然后。What's up, dude? Yokes, stop repairing this. I fucked up. Oh, I'm sorry. I repaired your fuck up. 队友好像是倒错了东西，但是他想拆是拆不了，队友一直在帮忙。那边有个。Bunker 我比较喜欢，这个怎么能爬上去吗？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啊。又没有人防，没有人防我来防。Connection active with the arc. Ground wave from the arc stirred up some of the arc. 我发现一个问题是我这边这个子弹有点。Be advised, directed threat levels have risen. 这个地儿是什么一个地形？等于是这边两条路这么过来的吗？那个数字我猜是它正在就是正在死掉。这个伤害很高，但是我没有任何续航能力啊。我们现在没有人，我再补给一下。我有必要在高处吗？ Warning, the base is under attack. 这个地儿真的是没有什么人了，太好了。Arc is at 25% complete. 可以啊。这感觉怎么跟电影里完全不一样呢？电影里敌人来的就是根本就杀不光，这边我一下就什么都没了。
哇，这个远程的虫子真的是好恶心。Nice。这个什么都看不见。在地震。这个东西为什么在炸了？为什么在冒火？等于是防御攻势的一个克星，是那种类似于是可以，哇、哦，为了去打，赶紧修理，快救命！怎么回事？修不起来？你是谁的腿在？没有人帮我修吗？为什么这么慢？没有人帮我修。All data collection has been completed. Pack it up, Brimstone One, and prepare for extraction. 上弹有点慢。Vulture One here. Spike in on the way for extraction. 还有弹药吗？自己造一个。我才想起来，我这个职业是一个好像是自己会，但是现在我不太敢使，刚才好像是不让，就是使完之后动不了了，什么都看不见、啊。我可以在这个地儿避一下，就是自己，我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都动不了，不太可能有一个防御的这么一个东西，我真什么都看不见了、啊。就等于是撤离的时候，这个东西很管用，这是地雷吗？没有东西了，回去补给一下。这个音乐真的是好经典。也是我这个 C 的技能是到20，到什么？这次我都不作死出去看一看了。上一把出去看了一眼，结果摔了出来。像是我不太清楚有没有伤害，虽然感觉上是被队友打到过，但是好像也我才即使是掉血，肯定也不是掉的不是很多。因为我上弹用小刀的攻击取消，好像还会继续伤害。被我屁股一下，为什么呢？这火箭筒实在有点变。我的天哪，什么都看不见了。
还要再等一分钟。还是说我们都上船就可以了？怎么都我们都进来了？Ultra 1, all troopers accounted for, alive or dead, returning to base. 之前就是我往前走，好像前面有一个无形的墙，然后，等于这次是胜利了。还是差一点经验。在这个屏幕不能查看这个武器的状态吗？这个火箭筒我觉得实在是有点但是感觉也并不是说是特别的不平衡，因为这个是我在任务中捡到的，并不是我一开始的起始武器。就等于是少了一个撤离经验，是差了这么多。解锁了一个什么扫，就是把机枪嘛，扫的话，哇，150发弹药。哦，我知道了，就等于是一开始我这个职业应该是它，那应该就是这么设计的，相当于是你的，我们看它的职业技能，这个 Siege Mode。增加防御力，增加武器的稳定性，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他写的是一个重型的 infantry 是什么，就是步兵，类似于是才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基地防御的一个东西，相当于是你在这儿 siege 直接机枪的一个火力压制。我大概明白了，就等于这是一个移动敏捷型的，这是一个防御型的，这个是相当于是打一把，我猜这应该就是一个奶妈。可以这么着看一眼，可以没有读完，他说是我有一个专门我捡资源的时候好像是可以多捡一些，它的它可能是它写的是 canister， 好像我在教学的时候我在有一个挖矿的那个东西，我猜是不是那个东西可以多捡一点。 We go live to planet Falaka, the mobile infantry ready to engage against the bug menace。 这是只有相同的一个任务吗？每次的一开始都是这么一个游戏的 intro， 它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也是一样的。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我现在就是选的难度比较低，还是一个什么一个情况。这个就是小队吧，它的这个选择还是有点不太清楚是什么一个情况。HQ wants an assault and secure op, Brimstone 1. We get in, secure our regions, and move to the next objective in order. 这是我的职业技能吗？ Let's hit them hard and fast. Fire out. 好吧。哇、哦，你赶紧去救他。Fire HQ to Brimstone 1. You are weapons free to commence the mission. 救命！Leading spot. 这。Moving, fast, fast.AO is secure. Keep the pace, Brimstone 1. Let's reload and push forward. No letting up now. 我为什么左边有人？这个，哎。Load it up with the payload. Vulture 1 on the way. Clear the drop zone. Payload is on the ground. Vulture 1 is returning to the gun. 我觉得你 drop 一个 bunker 下来有点扯啊。
然后呢，好像是黄色是下一个区域，我大概明白了，这相当于是已经，这是哪儿？怎么走啊？这么走吗？那个人？Arachnid threat levels are on the rise. Stay frosty, troopers. In this game, you can run forward, and then run back. Its destruction is highly recommended. 反正这个虫子还有大小还不一样，这虫子怎么这么大？救命！这个位置不太好，我要先跑一跑。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太远了，太远了，这个我没办法，救他，救他。而且我现在把自己一个人给隔离了。这个小虫子倒是没多少血，打两下就死了。那大虫子就更可怕。AO is secure. Keep the pace, Brimstone One. Let's reload and push forward. No letting up now. 这个，哎，这个游戏的。Brimstone One, this is Vulture One. Payload is loaded up and en route.这危险，我天，为什么没有，就是没有急救的一个，我天哪，什么东西 That's an arms 什么东西我先去补给一下，又是修发电机。我的这个 C 技能我不太清楚，刚才我是不小心摁到了我鼠标的一个热的键上，然后给激活了。它好像是一个群体加血的东西，我摁的时候好像是旁边出了。出了这么一个效果，是实体。我有手雷吗？好，我也有手雷啊。哇天哪，这个都别太紧张了。你死了吗？ Generator power cycle complete. We can hang on to these. Well done, troopers. 哦，就等于是这个箱子是那个我才刚才捡的这个火箭筒，这是什么？我是个奶妈，我觉得这种火箭筒可能就留给队友。哇，这是那个喷火的那个虫子吗？哇！干什么？还要修理？啊，跟队友都已经都。跑开了，那个你需要帮忙吗？这是去哪里啊？这个有点晕，在楼上，好吧？这个需要修理吗？震动效果，这
这都没有修好啊。Area is secure. Good job, Brimstone One. 我有一个想法，我能把这个换了吗？可以，再放。刚才就是，现在是我把主武器换了，然后剩下的有把武器是手枪，现在是等于是我把副武器换了，相当于是还有一个自卫的手段。然后如果敌人太多的话，就可以轰炸。是那个东西吗？我天，这个就有点不准。Grenadier. This is Pyre. Mobile HQ is transmitting, and we have a fix on your location. Arc is en route. Brimstone 1, this is Vulture 1. Payload is loaded up and en route. Stay clear of the drop zone. 刚才的远距离瞄准是不太……哇，什么东西 ？Repair 啊。那远距离瞄准就是我瞄的地方跟他打的这个东西完全是不在一条线上。Vulture 1 is RTB. Payload is on the deck. 我。这是 bunker 吗？还是对这个基地门呢？你怎么把这个大门朝向了外边？这个是你也发现有问题了是吧 ？Warning, the base is under attack.转一转，我让开，它是不是正在转？怎么改成了这个东西？有弹药箱吗？弹药箱，弹药满了，补满啊！我能造一个塔吗？我想塔，怎么不让造？到这儿，觉得塔的视野，这个是怎么造出来的？本来我就是想造大概是这个位置，结果是造不出来。可能在这个地儿，哎呀，不能！就是这个。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这边打过去，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烟雾？是因为太远了吗？我感觉这个防御的话完全我还是不太喜欢 bunker 里面的一个视野，太所有人都是在上面，就是
是那个远程的狙击手。一个虫子我都不打了。那个东西为什么在冒火？这些都是，看不见啊。Brimstone One, hang in there. Arc data collection is reading at 50%. 那个我有点，等于是冒火了，就是快坏了。哦，等于这个防御做的不错，但是做了一个两层的防御，相当于是外边的如果沦陷的话，你可以是在第二层还可以再撤回来防守一下。这个难度有点多了。游戏的没有 reload cancel 之类的，这边上弹上到一半，如果切走的话就。上了，这是什么啊？我觉得还是这种会飞的可能更需要加血的吗？ It looks a little crowded down there. Vulture One is inbound for extraction. 还有人没有撤过来，谁要加血？哦，离我还快，加不到。我先去把弹药补充一下，然后再出去帮忙，就不插到这边。落在后面的人吗？你们还有个人，救他去。都活下来了吧？还有人吗？
等于是你只要是一共16个人现在上来，其实我感觉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儿防守，直接撤离就好了。We're leaving in 30 seconds. 我不太清楚这个游戏怎么设计，总之一些其他类似的有这种撤离的相关的话，你只要是并不是说要一定，但也有可能是就你一定要撑过这些时间，但一般这种撤离我的理解就是你只要都撤到特别地点，应该就算直接你任务完成，没有必要说再去等这个时间的。我天，什么呀这是？15，有一个人没上来，无所谓。不错，还是蛮有意思的。我猜这是你的任务，撤离分是3，就等于是活下来的人越多，分数也越高。好像这个撤离分比任务分还高。然后击杀就是和普通虫子一个1点经验。Tiger 是什么？250。Grenadier 是那个远距离的那个怪。Gunner 才是那个狙击手一样东西。救人。救一个人30，给一个人加血是80。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我就相当于是这是3把了，可能是经验多起来了，还是说这边因为我就是帮助队友帮的是很多。好看，这个是狙击枪，这是什么东西？哇，我们两个队的分数都一样啊。看一下新解锁的东西，我才发现这个游戏没有，SPS， 哦，只有120帧，我显示器是140。不知道，总之这个帧数。我都没有看，这毕竟是第一期录，我怕如果显示帧数跟显示器不一样，可能看着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撕裂现象之类的，希望没有事吧。看一下这边新解锁，就等于是一开始我猜你的所有职业一级那个武器应该就都是不要的。哇，一个16发的狙击枪，这么高伤害，但是为什么它的这个射速值也没有低多少呢？还是有距离，精准度是一样的。我猜这个距离可能是你远距离离得太远，伤害会有一个越远伤害越低，这个应该是没有越远越低的这么一个效果。怎么这个距离是满的 ？Stagger 也是特别的高。好吧，然后这个伤害表就觉得有点，就可以看吗 ？DPS， 距离这倒是有写，等于是600米的距离，这个是多少米？这个好像只是一个说明效果，并不是一个什么其他的效果，就是说它的游戏内射程最远应该是600米，如果再往高我不太清楚，它这个600米是600米以内是全额伤害，然后再远会下降，还是说你从1到600米到600是最低的一个伤害，然后再出600就没有伤害了，这个我是不太清楚。别的倒是没有什么，好像还解锁了个什么玩意儿。这个
这是我刚才用的那个 C 的技能，就等于是这是可以是救这一个群体复活的技能，这个好强啊。嗯，我怎么看我的这个东西，退出这个，等我刚才是这个加血的玩意儿，加三十血，可以是还可以复活。这个呢，可以是提供弹药的。哦，这个玩意儿，这等于是之前看队友有放过，等于是你是给队友加血，还是说选择给队友提供弹药？感觉好像弹药并不是特别的缺，靠别的东西吗？五雷 ，Berk 四级解锁，好像是没有，毕竟现在等级比较低。哦，这个是下一级解锁的东西，可以，估计就是这么一个样子了。总之是。游戏目前还是很早的一个 Early Access， 但是感觉它整个题材吧，我是很感兴趣。试了，随便试了一下之后呢，也是感觉挺有意思。总之呢，是会打一打，再体验几把。这是大概这么一个计划。这期的这个第一期的一个体验，大概就到这儿结束了。也是相当喜欢。让我们下期见。